现在是四月份 Costco， 这是多伦多的 Costco。今天看到卖的小花小野花很有意思啊，多少钱先看，13.99，好像今年这个 Costco 卖的花园产品越来越多了，庭院的植物还没上架，有朋友说有他的 Garden Center 开了，跑过来一看，耶，还是空的。那么咱们进来转转，发现了这个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先看牌子吧， Mackenzie，这个是加拿大有名的种子公司。那么这里面卖的花是什么花？你看琳琅满目，花花绿绿，它是吸引昆虫和蜂鸟，多好啊，这概念多好啊。那么还说了哈，这可以覆盖1000平方尺，一般的家庭都是50×120的吧，那都算大的了，不算房子可能也就是300尺吧，300平尺。那么说你要是买这么一盒的话足够，即使你家的前院后院全是花园都足够种了，对吗？对吗？但是有一点，但是来了哈，但是有一点要提醒，这个是理论上的哈，就是确保如果它是全部都能发芽的话，所有的种子都能发芽的话是可以的，没问题。但是如果你要直接播撒到地里，这应该是直接播撒到，不是在家里头育好苗然后再移栽到花园里的，而是直接撒到花床里。什么时间是最佳时间呢？现在四月份，天气比较凉，雨水比较多，多伦多地区哈，雨水比较多的时候撒到花床里，下周下很多雨，如果这周你周末你要能买到的话，马上撒到你想种的花坛里头。那么有雨水，最好是拿个耙子，你知道那种耙子吗？这个草地上爬那个碎草的那种耙子，爬一爬，爬一爬的目的就是让它和土壤充分接触，那么它才容易发芽，发芽成功率才会高。即使这样的话，它的发芽率可能也不会到50%。所以他说这么多，就先减一半。再有呢，你撒到地里的话还会有小鸟，现在小鸟可饿了，可饥饿，小鸟小松鼠帮你吃，蜜蜂和蜂鸟还没吃到嘴呢，这个小鸟先吃到嘴了。所以最多能剩下有1/4，最多最多了哈，都是非常理想的情况下，可能1/4都不到，可能1/10都是正常的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哎，差不多适合我们家院子了吧，适合你们家院子了。另外一个呢，他这盒子里他说了，我没打开看，但是我能猜啊，我以前用过类似的东西，买过类似的产品，我能猜，它里头有两个包装，两包，也就是什么呢？你先打开一包，先用用，先尝尝。那么另外一包呢，你要一定放在干燥的地方，阴凉干燥，车库啊挺好的，一定要干燥的地方，这样的话它可以保存，至少能保存一年。也就是说你今年用半包，明年再用半包，怎么样，这个想法好吧。如果你要喜欢的话哈，你要不喜欢明年就直接扔掉。哎，我不小心把这个打开了，它没有密封的哈，都是可以打开的。两包确实不假，这里头啊不全是种子，还有别的东西呢，还有一些其他的，很有可能就是以前我买过类似的哈，很有可能是类似于泥炭藓的东西，就是在你撒到花园的时候，它伴随着这个种子啊贴在一起，这样的话这个泥炭藓它要吸到水以后，它就会传给种子，也就是这两大包啊，你别看两大包哈，种子可能也就是1/10，剩下的都是一些填充料，就帮助它发芽的一些东西。你看它没有用透明的塑料袋，是白色的，这样的也是避光，在黑暗干燥凉爽的地方度过夏天，它可以保存2-3年没问题。后面有详细说明，这里加拿大哈，英文法文你别光听我这儿得不得，要看它的说明，这个很有帮助哈。说明里写了为什么要给这些昆虫啊，各种各样的昆虫啊，他们是 pollinator， 它是我们生态系统里非常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一节一部分。那么只有达到了昆虫的多样性，才能够使得你的花园是一个均衡生态平衡的花园，才不容易造成比如说大量的病害啊虫害啊，植物也会健康。如果你家全是草坪，全是常青植物，全是树，那你也不需要看这个视频了。这个包装里还有好处，就是它告诉你所有的这里面的种子的花名，每一个都很漂亮哈，包括这里头也包括很多安省安大略省或者是美东地区本地的植物，有很多，我看了一下
大概扫描了一下，可能有一半本地植物对本地的昆虫，也就是说本地的生态有重要的贡献，而且这里面很多都是多年生植物，也就是说你头一年种下去以后，第二年它会回来，不仅仅是自播回来，而且它的根也不会死，第二年也会发芽。但说的这么好哈，这些植物能共存吗？挺难的，需要你的运气和你本地的生长环境有很大关系。可能你种了几年以后，只有几种能留下来，生命力顽强、适合你那个生长条件的才能活下来，不是所有的。那么你对它有了一个正确的期待值，你就会得到最满意的结果。其实这里面的很多都不是小野花，而是花园植物，都有很好的观赏性。有的花期像它特别长，它特别长，有的虽然漂亮但是极短，有的就是秋天开花，非常好的组合。好了，这些生态种子今天就说这么多，你有什么经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次见。